单身婷婷主动约风飞开圣诞 P。圣诞节最好梗系约埋一大班人开 party 一齐过啦，而啱啱甩拖冇耐嘅婷婷呢日出席活动就话近排多咗时间，好想搞翻个 family party。最紧要梗系会叫埋哥哥霆锋带埋女朋友王菲一齐嚟啦。其实我会主动嚟今次，因为啊，咁我而家有多啲时间啦。咁系啦，屋企人真系紧要嘅，尤其是喺圣诞嘅时候。我會主動啊！我知道好多屋企人有 family 嘅 party， 我都想整。我爹哋唔識用。講到 family party， 又點少得兩個侄仔 Lucas 同 Quintus？ 婷婷都話好掛住佢哋啊！我嗰日先至喺度睇翻佢啲相，大得好快。係咯，上次可惜喺新加坡嗰陣時咯，嗰陣時佢禮拜日係好多活動啊嘛，我啱啱先。我覺得 OK， 我和哥哥都，我們兩個單獨有一個很好的姊妹，是兄弟姊妹的一天，是最難忘的一天。